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，好久不见了。之前呢，工作的关系，还有身体有一些状况，所以稍微休息了一阵子。不过我回来啦。那最近呢，我的同事呢，他的小朋友啊，就喜欢一些娃娃还是玩具嘛，想说帮他夹一下，啊，顺便很久没夹娃娃了，练练手感一下。不知道夹起来会怎么样，那我就到了最恐怖的炼狱区，夹娃娃炼狱区，一中街一民商圈。不过我发现啊，一民商圈收掉还蛮多店的啦，刚刚稍微绕了一圈啊，那我也不知道我夹娃娃功率到底退步了多少了，真的已经半年没夹娃娃了嘛，那我就来试试看手感吧。Let's go， 这皮卡丘自己组装的应该不错，我同事应该可以组装皮卡丘啊之类的，跟那小朋友一起玩应该是不错的选择，那就夹这个看看吧。来来来，夹看看夹看看，好久没夹了，好生疏的手感啊。哦，一次到枪位，应该是不好入爪的那一盒。先炖出来看看吧。应该是真的很难入爪了，哎呀。刚在上挡板的时候，应该抽一下、捏一下就好了，不要甩，打撞下去也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机会来了，不要甩了，捏一下。哎呀，又把它推回去了，爪位不对。上来，哎，翻，可是爪位也不知道怎么样。翻，哇，好，那一盒也可以了。哎，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抽，抽一下。刚翻，就把它弄回去。哎呀！抽过来！哎 ！No！ 哎。又回来了，后面那个档看看好了。哦，弹回来还蛮会弹的哦。抽抽抽，饱饱的抽出来！
出，哎，这样还不出来。狗姐，我没有说走啊，没压到，看来要还是要先弄一下。又出一只了，噔噔噔噔，两只，它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我现在人又跑到了向上市场这边，那因为我朋友呢，他儿子哦，可能是同事，他儿子很喜欢托米卡小汽车，所以我特地来这边。这里托米卡小汽车很多很多，哦，满满的托米卡小汽车，不过难度不知道会不会太很高啦。这是小爪，然后保洁。690，那就试打看看咯。 Let's go， 来来来，
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很久没拍了。对啊，很休息一阵子。哦。嗯。抓力不知道怎么样哦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还不错不错。我也不知道小朋友喜欢什么小车，给他看看。只能看看能不能打过来。哎、欸，有机会这样捞过来，要看高度。还是有机会外丢的。还想说捞后面捞出来，有有有有有，那这样用翻的了，翻有，两台，要继续拼吗？要继续拼吗？捞过来，因为好色现场会洞口那边难，不太好挖出来，先挖过来才比较有机会了。如果说没有挖过来的话，就只能放弃了。那台86 BRZ， 好像又有机会就是这样子下就好了嘛。呜呼呼，好了，就先夹这样好了。夹到了，修理车出发喽。Type R 这也是蛮帅的啦，还有小朋友也应该蛮喜欢这种奇怪的工具车。好了，那就先夹到这里了。就是一开始的这个皮卡丘稍微被电了一下，好像还可以哦。那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夹的其实还算蛮多的啦，我就送几样给我朋友、我同事就好了。那其他的我就好久没有送观众这些礼物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些礼物送给你啦。来，记得订阅小胆子，订阅我，然后在下面留言按赞，就把这些奖品抽出去送给你哦。记得哦，订阅我哦。皮卡丘，托米卡小汽车。之后我的影片可能会慢慢的增加，不会一次就什么哦，一次就日更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还在慢慢的调试我的工作状态，希望大家不要抛弃我，因为已经有半年没拍片、没有出片了嘛，可能
流量会很差很差，我说我都知道，因为 YouTube 就是这样演算法，当你的流量一阵子没有了之后，之后一定都会很惨啊。没关系，我就慢慢出发，记得我小展子哦。